市政大家都殷切期盼有一座大型的公有市场，不过在这之前，若是有一处新鲜蔬果店，对居民来说可是相当的方便。位于新市镇超过3000多户的大型社区当中，这一间豆豆果果蔬果店，不仅是有最美最新鲜的农产品，而且用的是台湾大宽屏智慧管理系统，让店面更加的智慧化。在淡海新市镇，大家都殷切期盼有一座大型的公有市场。不过在这之前，若是有一处新鲜蔬果店，对居民来说可是相当方便。而位于新市镇内超过3000多户的大型社区当中，这一间豆豆果果蔬果店不仅是有最美最新鲜的农产品，而且用的是台湾大宽屏智慧管理系统，让店面更加的智慧化。然后，因为我们这一间店有那个收音的效果，收音的效果也非常的棒，就是我自己在家里面，然后听到员工说，没有订书机，找不到订书机，那我就马上打电话，然后就请员工说，订书机在哪里，在哪里，告诉他们，就只是他们只是在闲聊，说，找不到订书机，然后我听到，然后就马上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收音的效果是还不错，然后影像放大也是蛮清楚的，就是500块、100块、10块、50块都看得蛮清楚的这样。老板娘表示，店内的农产品都是老板每天从清晨就到批发市场挑选最新鲜第一手的蔬菜水果，直送到店内。无论是高丽菜、青葱、大白菜等等，或者是当季的水果、草莓、葡萄等精致农产品，应有尽有，相当齐全。基本上都是非常新鲜，因为我们老板是每天凌晨一点就去采买。然后都是去看货挑货，然后第一手的蔬菜就是直接就送来这里这样子，然后我们还会再经过包装，然后整理这样子，让大家买到漂亮然后又新鲜的蔬菜。这间店的位置是在那个海洋都心的二期新市三路二段253号一楼，然后我们另外一间店是在那个台北湾，在蒙德里安社区沙仑路一段126巷67号一楼。老板娘说，其实他们除了在社区海洋都心这里开店之外，还有另外一间店面，透过台湾大宽屏智慧管理镜头，不仅是随时可以清楚的掌握店内状况，还可以有非常清晰的收音品质，就连交易的现金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让他们这一间蔬果店不只是有非常精致新鲜美丽的农产品之外，而且管理也兼具智慧化，科技味十足。记者许端一淡水采访报道。